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时间里，继续播送由已故弹词名家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31回。好，我们先把身体看进先，但今天已经生一个女婆了，以前什么也不落，忽悠里向个谁进家鬼喝门在店，你要么听说我来了的罗梅病啊，上梅户了吃醉时，所以今在当应西单的罗梅病里向来看看个啥罗梅病啊，究竟三大汉狗肉喝头头一个秋才是梅日春梅啊，梅冬红梅罗梅当中没啥品质啊，你谁那个在罗梅病里向收了梅花太郎香，上街上街的大老妹子告诉记者的神探你那老妹给到罗梅丁啊，才是梅花树，不然或许对对，当一立起来嘛，在罗梅丁啊看不见。当真，我不打梅林去，得问了。上声音来唱，丽丽今生啊，红梅丽，来。
呀，听到梁上声音啊，这个声音上非常好，这三三里的呼吁的谁人的种小声音，莫不是梅花西子还是夫人是花一生的个月，想起的当初的供应是使用西山老为梦里西部你呀一个子给那个美日浪下人事作福啊死在你那么介绍喷了把三里里来个几十家人把你收拾对对我几家让收拾个人光哎进个人光估计来个罗艺公子们一换介绍各自来嘛估计美日浪里都一张红纸如安狗呱啦呱啦呱啦那不见方世贤的室内是梅花西子我当然还会得办个梅花西子哎可是这几个位这个个张声音啊我两三一见听见没说与地两趋向的声音各张声音也是个鹤也是个鸡也是个铁也是个牛也是个牛也是个男养的批评人叫有本万里龙者前天是娱乐圣贤发动神西北极的那种悲龙配的龙黑四倍为缩无力神非常亲切绿下为心脏也动的露露是开门阴险这三十年喝的个两个老日的人听起咋要出来哭哭的嘞当八红吃得到老美顶啊一直个声音想法那个迷宫嘞那胡高郎沟嘞最高一头谢姐们给大孩子拉美护士无意之间得起的那口给你谁是高谁背的没高老人风个但五日比浪下每日谁没高个拉美护士得起的那背上的一口嘛哎呀娘见了你地上哎呦吃下来来了阿美户可么拿吃下个吃美户阿富我来着阿富不你着了美户个刚刚已经阿富我来着但是美户个皮了这贵人加上吃下老来老吃老过我来以前老个辰光嘛大张队里来一阵陡风风一来嘛我靠时吃吃咚了咚咚了咚哪吒吹下有点好这个两张眼睛对着我的一口哎呦我的五日啊这刚拦个梯冲出一个不当心不隆咚对我其实也是一个心里想别都是浪浪梯想想来他他吃不够他我爱一次美货他如果美货爱的哈他他在都这一上哎呦那个美货害的了倘若美户爱得不灵他他为也讲美聪明的人弄自家一次美户我为啥写拼死拼命的爱个次美户呢心里想哈自家的话安慰自家自家的黑上再问了啊啊个声音啊过来嘛啊在党八号的你都过来啊阿富兵器给你发出来的呀哦吹响啊你阿美和伟西啊两三个口每日忙地冲出来了你一早叫打了多咖啡了一早叫打了多十多次人让对接哎可吹响三张气烂了把米空牛居这个三八分的我是想这个吹响已经要成功相似的哎叫这吹息一滴然后可能从人无有了相似啊能给我努力呢叫你有个你努力抽着我要了两个够我鸡巴说
想得了成功，想死的。哈，人家一个好机会，让我去采你一把吧。与我来挪个你十身两两气，亲自被大理想一散。飞高在上来，这个理是咋个好？目的学没挖个呀，但是需要挖。不理的背上来嘛，一想我是一个不声音，去叫叫也好。让我来不上声音不理的，带动的我来猜你。底下过来嘛，那去姑娘背雨的。啊，姐姐不必惊慌，雨小的这次来催梦弟弟来了啊。哼，崔霞听见的声音嘛，哎呀不走去看看呐，围高头去一看，啊，啥是你呀？哎，真巧了，心里想一哈呢，水里向都有的菜景，各自梅花刮地大，咋不离儿子我来的？虽然梅花二到水里向，但是打了树枝那下个啥飞脚，又想缩住来嘛，崔霞个啥叫你想怕得不得了？因为高山上浪才是最厉害的，不是哪个教会的对下来嘛，不管下来，所以个只山叫松松松松，不是那浪对。哎呀，不得了噻！我告你不说的啥，叫他在这上对啊，危险的不得了。啊，弟弟，我不听话，得向你来采访弟弟，放心的了，小弟弟是等你主人。累累累呀、啊！可怜个只水伸过来呢。哎呀，救命王菩萨！今朝不能猜是我要讲的。虽然当你男女之间，但是你不办法讲，个只水子还娘来猜一猜。所以春夏我紫梅花，该不水里向一弄么？个只水眼睛伸过来，得个高个里。有不帮子的。当八号今朝车上车厢上睡了人的高的坐里坐，你这个说个车厢的睡是没办回的，先把本能杀之弟弟，天是牛牛打春生那个种睡，这春生第二个娘不是打春天的毛孙那个睡破哪里啊？所以崔姑娘你那个是一个难题是高你不回的，这个一粒东北里水总归发生出来的，抗日水是过里发生出来的，你大高些的话有句句子过叫崔水东长，崔下的水嘛东京长起来，所以当八号金子崔大的水啊人的该走，这么你猜不你是看一波猜猜的吧，你是读书人啊，哎呀斯文的发得了没救济，其给这水呢加上抱了我的诺崔姑娘，这水的忙上一托再给我十五支红木个十五支了，当里个是够冻了，这水那么诺给这水在这个还不这个还上去几几保温了啊，崔香在里忙忙，那个就是火堆来的个多，才需要一点名堂猜出来的。不，你猜来是哪点心的？是我这里个到店叫眼睛缩住来嘛？你在高山的啦，你听，狗狗放心。哦哟，不放了啊！啊！哎，因为先的这算是那是偶戏。哎呀，被他搬出一顿了。你说的是要睡的嘞，不记得睡就睡了我。放心。我上岁数到底熬得不得了嘞，要让你吃一顿。今日在花园中与弟弟相会，真是天机之欲有，可能给天弟弟千里礼物。我们到那水这罗美林中去对对中秋口餐，这够了。崔香你公长得凶凶我女的来神的恩师不温恋啊，不够亲是
高山浪向下来嘛，搿个当心冒险，我得跟着我啊。交关松，但是我不得觉着老子女少哈。虽然身高重，不拉啥重，手指指手尖的无力的终身，我不得不欢喜老子的。啊，哥哥，弟弟，这老子爹妹不爱他。啊，怎样不爱他呢 ？No。他身家重，我不爱只能受罪。啊，既然比丑脸，这红心不敢爱他。红心爱他。爱他什么？我爱他。真的嘞。
坐在那边个红西，红西的身高没有从终身分高啊！哎哟，可是你终身不肯高哦，昨天当我屡屡不想想的，弟弟呀，你是妖怪，顶起了身啊，气血，来只为谁？对吗？啊，在威斯那里，弄个娃币是啥币？我在还要弄那币币嘞。哥哥，弟弟，你一上去一币，这里还币什么？哥哥哈比哎，自己自斗。听到你不让一笔松得不得了，一只母松上我也松的啊，你挪我一个人比两个人比自己的知道，自己啊就是当初少操的你是少自己能够七步成章，谁的就好知道你空标志的美女子，你挪我一个人比两个人，与知己之谁知道之嘛？哎，等我发得了嘞！哎，哈哈哈哈哈！好犀利啊！咱们起的口水，口水什么？哥哥，嗯，想你们。下次都是为了你汉弟弟呀，呀翠，两高的神女水彩什么上一头写上结婚，他们两人同把那写家山，你想不长久，爹家的叫谁呀？前面浪向底下有块走的，不理他。一跳他是做的个激动呀呀子下一块线走的家政是你想不等去我去，你都两个人离那多线大家米拉想个快线走的不懂我去的，两个的离了家米拉对着五日的让哭啊，是三天两个标志你空了是你这这个印子清清桑桑，这块线走的不等修单子里啊，与四合在了那一个来了，与那几杯落花日的水迷，为
种蓝梅花，一个在小屋那个在那个市里了，不晓得个市一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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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个嘞，一到崔家家印子个米空浪向一个去嘛，一些些崔相把米空浪妻子追给，这个比是老他不崔相，哎呀。地呀，你看呀，你看地是雪花之际金丝米，地可能看见，咦？你想在这市里想一望没地球哟，哎呦哎呀还不行，我面孔上想一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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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些鼻子了逃不了的噻，哎是啊，那是一个前浪扣个人光切的介绍给你呀、啊、妹妹家腾了腾腾了腾腾过来一头翁四彩腾过来腾过来没切腾了火哦印子个火不输呀啊东哥弟弟你可以呀啊苗姐了，哎，你瞧那，哎呦，我当帮出双手的，你这个懒懒的怎么？你们来他不我懒懒的，那没哈。来把一个戏，什么戏？与你家里生日节的拉夫，是呀，对。最好多帮帮你成功一对老夫妻。刚刚说什么到罗梅饼啊？你家上神剧。谁不放呀？都给我放心。很是。可你睡得来一什么吹香睡过来？我睡得下的是梅花，忙着给你花瓶里向一插，吹香在最大外面嘛，忙着梅花插上香烧香。当年八叔这个高子也想把你藏入雨里，一口里走了啦。哎呦，我当我说的不唱的啊。当发后过来一如在这美货他了把你顶把手顶一些些给他米空无误的米空一辈子起来你是要隔壁起呀成名的家当儿子崔山咦放到地方就好给我崔山哇哎哎我又到尾巴的嗓子啊靠近一下今天几日了啊这就是拿水电进来的早上给你问我几日背起这个米空这姑娘我去你个动地来太早了这个哥哥、嗯、你是几日了今天来个儿子大嗯，要你为了你80岁没身体靠幸福，大时间为别人为我一个了的，今日因为在自己罗梅顶中，一模一人间公司里，请弟弟今日做了一个指定特种生与我。小弟明日可以吸引为主高手到荒内我为可以斗胜到来你心存
用大包香菜的迎接弟弟回去，吐露花作口好呢。啊，崔香对李妈妈那样子心就问，爷爷问我看终身的，我可是不来是讲，终身倒是一数个事体的嘞，哈哭哈哭还托不来。哥哥，这妹一种啊，后头是人不明啊，有眼听见哥哥。什么后头是人不明？小弟呀，请讲了。谁是这罗妹的？啊，谁讲自己这罗妹病？嗯，问起这罗妹病怎样呢？哥哥，恁也听闻，哥哥。真呀 ？No。哎，以后面是金君明啊，这句我在崔相说的没奇怪了啊。刚去给他罗梅的是为上梅和嘛在此顶为是上梅和了在给他顶子个使他这个上梅和嘛见过平一顶给他每顶爱上永然不是别人为他起来嘛不永然所以上梅和嘛用着让他顶子了其他与上永然高兴你们哦但我当阴之理想终于用上去啊实际是老美的是出了善美化与大大的用上啊真记得你的弟弟不知啊我们都是世人红恩大既然这罗梅病人把我们这四个家人一对生两对谁真弟弟呀还一弟到底什么我与你两人呢你还不红粉罗梅今晚我还不罗梅梦里这傻心真口对呀、啊，弟弟在来那里，你要比赛只用比赛，老为梦里媳妇。好、哦，你弄我当梅花人，怎么这样？让我随机要花来体现体现你。哥哥，你可真像？真呀，依然在北边呢呀。哪个在北边我啊？喏。你是谁嘞？不怕花枝叶。
理解的。那我俩在我实在理上见侬呀，这个我当你是花呀，当你卖货，那么你为当侬你说出来的我不好花了不见你，你们也不是该有的，也不是么不有的。啊，这边可给他带人带人啊，这个靠人的干个想法，又搞是挨到平时的还成功夫妻，我拉皮线了。那么我为当你皮上也成功了，弟弟呀，我到你何用啊？你们欢喜去想我不起身，我送来杯子送人生，杯子几位的成功，我真想月供把杯归去，后去相夫是罗梅。你何用啊？只要我一朝一夕，立根拔刀，你手啊举起。我那个和立根拔刀手去，那么这只手去拿着海边的本宫你去了。我今我这辈心呀笨。那是我呀，爱相思的鲜花泪粉，本他是母，本他为是有子，家不为是生花人，那为是爱是一生走中风，丁家辉。既然你自己几位是做两个去并不终身吧，我刚就在水里微光了，你我告你这个药他在龙江的飞向神带子的一下不是啊，于是不依不依哦，现在就明白了，你不信现在那是当人当不好，我记得举一举送举登高之时，北龙县委在二松当上，你分我真心大力，现在讲了心大名言，表示不好，你连小的人事得对吗？岂不是不信小的当？啊，我老人与弟弟讲了吧，小的几日是当人当不好，没得一件不济，即被我挖了九千多，被丞相拿得半天，太太要将之大，二娘娘在帮着他人，没得你配不出我们兄妹相称，岂不是你不信我当人当不好啊？哎，这不能猜着。哎，你今天我出中孙了，我有点不灵性。你这真是说明的，你们当帮你是长不好，但是我始终不相信你长不好。长不好是后门贼子一帮帮女来呀，这几不会的位置我吹下一个小女，本的身高在最大地来做奴才，我不相信。既然你自家拉了门哦，今天是一个阶级未来的。让我来趁此机会问问你口，你到底是啥人？既然你是当不好，那么让我来问问问问那个教师在哪？他这当不好的事体了，我才晓得个。虽然让像你娘娘把我告些个我要问问你口，我是真的了，我是告了。哥哥，嗯，你当真当人当不好？既然。当不好，真的当不好，也不是要要皮了。当然啦，高子在面上悄悄都没对对了。既然哥哥当然当不好，姐妹大爷听见哥哥把家事来了，送给自己讲。
什么也比家事以来累。是。哎呦，李爷个，那部门我家事来了，他们都说出来呀、啊，那相当有点难为的。我当把我的家事来了说出来嘛，我的药是都洗两个，也不是开洗两杯。贴一副洗脸的袋，那路上想把人家二油洗弱物了，才个叮铃当啷。那放到不懂的来么讲二油么？你养养喂。那么我们跟养真正靠出身，靠得不得了。我说出来两啥？哎，那这些都养走洗脸个，给我娘过来还说一声，说起来你养走五个，那么好说。一波吹响的响，等我当年的家事来了。做现在你第二妹妹到广府里听听啊，那么我们在说起来，你要做骨骼，那么崔香也等我做啊，都要做骨骼，要么水桶骨，要么布汤骨，空下骨马桶骨，那是我在为骨，哎，唯一项嘛，英勇好人出身低呢，要做这样，我自个自己个，我是一帮个家人了。经过了老子是讲好了，说出来不吹响相信的，哪不要托终身的文章为主。